欢迎我们的下一位出场的歌手李爱玲带来这首《望春风》，掌声鼓励。谢谢陈哥，大家晚上好。晚春好，献给大家，大家好，好不？我好像有点近，还没吃是吗？太早了哈。哎，希望呢，今晚呢，大家听歌愉快哦，听歌愉快。那今晚呢，是我们的这个立生鲜果有限公司主办这个庆中元呢，祝这里的头家头家娘哦，还有我们的老板们生意兴隆，发大财，出入平安，阖家安康。哎，谢谢。那紧接下来呢，第二首歌曲呢，安排一首比较经典二姐的歌曲，将会《嫁唔对人，爱唔对人》，来一起欣赏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飞鹰大乐队。想当注定的
到底到何时才听会完？爱若是不情愿，难免有分开的一天。愿相信你我的情分，只有短短三冬五冬。谈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嘛够淡。凊彩讲三两句话，也想要我。站在世间走错的人，怎样的爱才算完全？圆圆圆圆，拢是因为爱不着想当，注定爱欠你一世人。心情会起起落落，到底到何时才行会完？爱若是不情愿，难免有分开的一天。愿相信你我的情分，只有短短三冬五冬。何况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。在世间操作的人，怎样的爱才算完全？圆圆圆圆，拢是因为爱赢着人。我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嘛够淡。凊彩讲三两句话，就想要换阮的思念。站在世间。都是因为爱赢着人。谢谢，带来这首《爱赢着人》。那今天是农历七月初八哈，哎，在祝你们现场的朋友跟线上的朋友们初八大家发发发。那今天呢特别要感谢我们的立新娱乐制作，我们的志伟 PBM 的邀请，邀请我来这里呢跟大家接个缘啊。那希望呢大家今晚后面还有很多大牌的哦啊，对，那希望呢大家今天看了歌台回去大家大发财哈。好，来，请接下来安排你们第三首歌曲。那第三首歌曲是华语比较轻快的《可爱的人生》，献给你们大家，谢谢。吃苦，只要是经得起暴雨狂风，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，说说笑笑地度过难关。哈，可爱的人生，可爱人生，让我来祝福你的人生。时候要抬起了头，是一
可爱的人生。